原来那些白帆是要把灵力都引到此处。重叠的空间里还有一个隐蔽的特殊空间。 这些石骨是由什么古怪吗？在这里的空间之力感应变得更强。看来九天道宫的人。 比我们先到了，看起来他们是因为那空间裂缝而死。让他们千方百计进这秘境，活该！哼！又是那封印术法，得快点过去。啊，我好像来过这里，不过我刚到这儿就被控制了。 所以这里怎样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父亲，银儿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这位是？父亲，这是叶枫，我和您提过。哦，就是你挂在嘴边念念不忘的那个。父亲，伤势还好吧？你不拍这一下，其实还好。 前辈，你进入秘境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被什么狗屁武圣子偷袭后，我一路来到了这里。我本想在此疗伤，可谁知道刚到不久，就被那些浩哥兽袭击，失去了意识。哎，这份还不错。 还有吧，多谢多谢啊！往后的事儿啊，我就记不清了，只觉得有敌人要驱逐外敌。听起来，这控制和武圣子没什么联系，而且刚刚那空间之力更像是浩哥兽的手法。没事吧，叶枫？ 你先把我放下。你认识这东西？这是流云阁阁主印留下的痕迹。如今阁主印在父亲手上，我必须要去看看。我陪你去。 叶枫，你这是……秘境极不稳定，还有九天道宫在暗处行动，雪儿寒毒未解，不能再有人出事了。我们走。洞天神珠，现！ 虚影固定了多层空间，好美啊！之前父亲说秘境能看到三个星，我还不信。各位都加小心，这里空间向来不稳，我们随时可能跟着空间移动到另一处地方。不就是个坑坑洼洼的破峡谷，能移动到哪里去啊？我体内道元竟如此活跃，这秘境果真不同寻常。 那是，不留于阁弟子，灵力散尽而亡，和那白帆是一样的手法。小师傅，怎么了？田玉不见了。啊？可能进入了另外一片地狱。
去。近来空间变动更加频繁，连我也无法掌控。得快点找到他们。这秘境还有灵兽，看起来不太常见啊。这是浩歌手，往常都十分温顺，不知什么原因变得这么狂躁。我这就带两位入阁。大战后，九天道宫留下不少诡异阵法，未免误伤，还请两位带上他。天师兄，赤血神朝的贵客我请来了，这位是叶枫。看来天才也有隐拙的时候。田师兄，好毒的眼力，是爷爷一招。有音律伤人，好厉害的功法。想跑，焚天之焰。小师傅，他又要跑了。不知公主为何没来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公主正在闭关，让我们先来。这么久了，这丫头怎么一点醒来的迹象都没有？啊，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魂毒压制不住了，老头，我来帮你。怎么会这样？丫头们，把灵力输给我。不好！小梅呀，这魂毒也太霸道了。魂毒又爆发了。小师傅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丫头要不行了。什么？催魂呢？这人不是还活着吗？没救了，动我也没用，他必死。